还没完全离去，也许是在等结局，要当故事在延续，演了场滑稽的喜剧。要完整一个人，也许心里又在等愿望，例如发现你没法办成，我却有多愚蠢。这会不会是你会的谎言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只不过是我第一次发现你的谎有多漂亮。你是否有超能力，说谎才能全部都不留痕迹？不可思议，原来你的超能力算是能够封存我所有回忆。我操笑话，我无法消化。Bada boom， 愿你爆炸，炸到。